民伟国际集团，诚信、负责、创新、卓越。民伟国际集团，全球最大的整厂设备提供商。民伟机械东莞有限公司，长期致力于高端瓦楞纸板生产线的研发制造，针对国内纸箱企业订单更换频繁、纸质变化大、人工操作等因素的多变需求，全新引进日本技术，并结合国内纸板生产的实际需要，成功推出 2.5 米全电脑高速智能化生产线，整线主机全部由台湾制造，确保关键部位的精度和整线运行的稳定性。全电脑设计无需依赖操作经验，极少的人工参与，确保纸板质量的稳定和损耗控制。400米高速自动接纸机可实现生产速度300米以上不降速接纸，自动叠纸机可实现多单堆叠、小单堆叠、错位堆叠。全线智能化控制可根据速度、纸张材质的不同，自动控制包角、间隙、压力、张力和温度，确保纸板品质，减少损耗。 CSF-35H 卡匣式单面瓦楞机，卡匣式单面瓦楞机具有机械振动效，换棱速度快，气压式更换坑轮，采用日本进口伊藤负压式侧吸风机等特点。上下瓦楞滚直径495-330毫米，可保证长时间稳定运行在300米速度。胡轮座为摇臂式旋转退出设计，并直接在生产过程中观测上壶情况，即方便人员检测降壶质量。人机界面可方便的调整和设置参数，自动壶量控制可根据纸质和速度自动调整。MRS-8 原指架，可实现自动加纸、自动对中等功能，配备 RE 刹车器，准确控制原指张力。可搭配自动退纸回仓物流系统，PH-5 预热轮配合生管，可根据纸质、生产速度等相关因素，随车速自动调整包角，提高纸板强度和平整度。德国 E+L 专业出纸张力平衡轮，有效控制高速生产时的原纸张力，减少断纸。 SW-6 自动接纸机采用日本技术转移制造，接纸速度，面纸300米，新纸400米，可实现高速不降速生产。
裁卷自动接纸，实现高精度的张力检测方式，确保接纸成功率。GM-7 双层弧腹机，具有自动弧量控制，安装精密间隙控制及缓冲器，防止压溃瓦棱。高精度弧轮可保证上弧准确，刮弧滚刮刀采用青铜制。HC-8 热板冷却部，配有14组气囊压板，提高纸板强度和平整度。热板可设定蒸汽温度范围内，并快速排气装置。棉织带为国外进口，具有良好的透气性和耐磨性。NEC-2 二刀机，装置在修边机入口，更换订单时，能将更换交接处的纸板两侧切出开口，方便碎纸吸风机吸入自动排废排除。SNS-6HD 双座式四幅修边压线机，本机采用钨钢刀片，具有自动磨刀与空气冷却的功能，并可在高速生产状况下不降速换单。HNC-90H 电脑横切机，上下刀轴采用4颗四幅马达，可长时间高速运转，并保证裁切精度。重型机臂与铝合金刀管设计，刀轴重量轻，高速运转稳定，最高机械速度350米/分，切断指长500毫米短纸板时，生产速度最高可达165米/分。X-300D-2，电脑自动下堆码机，可真正实现小单堆叠、多单堆叠、错位堆叠，不良排废可以在换单时由二刀机切除两侧纸板，或是贴上铝箔底纸接头，经系统检测，由此快速排除，维持高速运转，是不用降速停机的关键。精密输送台与升降台使堆叠整齐，采用大功率日本30四伏马达控制升降及日本进口垂直转向器，高扭力日本进口减速机，另有订单自动分批功能。升管系统，自主开发的新一代升管系统，采用参数式设计，自动依据指示电脑调整各种参数，使生产线长时间保持高速运行。全新的效能分析功能提供更准确的各单机运行情况，该系统还可为管理人员提供保养计划和停机原因分析功能，确保设备运行良好。拥有整线自动车速巡航，并随订单材质自动加减速。名为30多年销售全球90多个国家，近1000套设备在世界各地运行。MAX-300、MAX-350 全电脑高速智能化纸板生产线，欢迎莅临指教。